我叫贾建军，是媒体联盟的，就是今天非常感谢那个华联会的邀请来参加这次活动。我觉得这个活动华联会搞得非常有意义，因为最近呢，多伦多发生了很多恶性案件，尤其是危及到人身的一些恶性案件，所以特别在我身边的朋友都感到很恐慌。我觉得，华人社团能在这时候发生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我简单说一下，就是因为大佬们很多都说完了，我大概有一些小的建议啊。我觉得今天晚上其实应该把那个警局的社区联络官叫过来，包括市政府的一些负责人也可以叫过来，因为这样可以更直接更有意义一些。行，我就说这么多吧，好吧。